来自纽约的多文力饼店，自从两年前登陆香港之后，都好喜欢将香港元素加入食物入面。最近他们就同柴湾一间开业40年的烧味老字号合作，推出全新叉烧蛋牛角包，好有新意的。这一款新产品用了多文力招牌的牛角包，即场新鲜焗制，表面松脆，内里软熟，夹埋同样都是即日出炉的龙边叉烧，叉烧肥瘦适中，焦香又肉嫩，再加埋葱花法式庵列和自家制的蜂蜜蛋黄酱，入口层次超丰富，素食的客人都可以选择这一款的。新餐肉味道香浓，配上自家制的素叉烧酱，同样好有风味。另外，今次铺头用广式西餐做主题，有两款汤意粉，这一款龙虾汤通粉，铺头用大量的龙虾和鲜虾壳熬制，浓郁鲜味，加上餐厅选用经典的坑文通粉，口感爽滑又挂汤。不够后啊，可以吃埋这个新出的蛋糕系列。蛋糕以日式梳芙里班戟为造型，绝对可以以假乱真。凤糖浆慕斯包裹住香蕉黄糖碧根果仁和海绵蛋糕，味道香甜。这一个芒果糯米饭就用了新鲜的糖渍芒果，糯米海绵蛋糕和椰汁糯米饭忌廉制作，好有泰国风情的。请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按个钟仔啊。